我现在总胳膊和左手那个放麻啊，还是那个不愉快的，又模仿了不知一个什么人呢，啊，又在模仿了一个，不知什么人呢，啊，他模仿了，啊，模仿了，模仿了以后，现在到后边的人家也来报复他了，卡他脖子啊，卡他脖子，就是这个动作卡过去，我这个胳膊没办法往后移啊，如果往后移的话，就相当于从后面把他啊脖子卡住了。现在那个费玉清呢，一个脑袋被整了，另外一个脖子被卡了，脑袋被整了，脖子被卡了，氧气进不去嘛，连接卡住了，脖子氧气进不去嘛，脑袋会坏死啊，脑袋会坏死啊，另外一个让他那个拿了话筒啊，这个右胳膊拿不起来啊，现在的状况就是这样啊，就这样啊，好，知道了啊，知道了啊，好，再见啊，再见啊。